日前，人气偶像陈立农现身北京机场，身穿白色图案衬衫，似王子一般帅气有型。不过最吸引粉丝目光的是他的新发型，由之前直发变成卷发，举手投足间多了份成熟魅力，引来粉丝点赞。当天许多迷妹到现场接机，陈立农被粉丝簇拥，人气超旺。身高1.86米的他在人群中相当突出，他还不忘挥手与粉丝互动，招牌般的温暖笑容暖化人心。有颜值有才华又努力的 boy， 说的就是陈立农了。近期其老板黑人分享他一段私下练舞的画面，忍不住称赞对方，他一有空档就自我要求，欣赏这样的孩子。画面中，只见穿着一身黑，播放着 Dream、 It's OK 等影片练舞，脸上流露出专注神情，认真模样被赞十分帅气。一跳起舞来，立刻从呆萌可爱模样跳脱出来，整个人散发出超强气势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 NTV。